大家好，我是 Peter。今天是2022年3月4日早上8点钟，我来到利奇门渔人码头钓飞鱼。现在，今天的天气很好，现在，台子上的人不少了，给你们看看，你看，看见了吗？对面站了一排排的。下面站了一排排的人。现在这个天很漂亮啊，你看，早上8点钟，钓鱼的人已经开始了，一天亮他们就开始了。上鱼了，你看，哇，这么大的。老周也钓一条啊？没有，这上都不上我这儿。等一会儿就上了。钓鱼就要耐心了。钓到没有？早上好漂亮啊，今天的天气很好啊，外面温度8度。这鱼太少了，钓了这么久才钓一条，小小的。又上鱼了，又上鱼了，很漂亮哎，很漂亮啊，这条鱼，大哎，这条鱼。我们再买的，也在网上，台子上。
上鱼了，上鱼了。这条大爷，没有，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在下面了，在这边下面了，在前面。哦，又上大鱼了。大飞鱼啊，今天给你献上一个。首先把鱼洗干净，放点淀粉，放点鸡蛋，然后放点花椒，放点盐。我们的油炸飞鱼做好了，好香啊！